宇宙生命的起源。古今中外，人类不断地探索宇宙生命的起源。宗教家说，宇宙是上帝所创。现代科学家说，宇宙是大爆炸而来。那么，佛法到底是怎么说的呢？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明白指出，宇宙森罗万象都是从心性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云，一切法为心所现，为事所变。现代哲学中所谓宇宙万有的本体，佛陀一语道破，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。既然十法界一正庄严全是自己的心所变现，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呢？万花筒，相信大家都看过玩过吧？让我们用万花筒来做比喻，容易体会。万花筒的内部构造很简单，里面三片玻璃镜子，三角形，把它粘在一起，里面放些不同颜色的碎纸片。静止的时候它不变，但当我们转动时，万花筒里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变化，而且在千变万化中没有一个像是相同的。我们的心不动时，像现前即是一真法界，好比拿着万花筒不转动时所看到的境界。但当万花筒一转动，里面变现出许多图案，这就像我们一生起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一真法界立刻变成十法界六道三途。由此可以体会，宇宙是如何形成的，生命的起源为何，都是一念心动而产生的。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这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所说的五句话。最后，能生万法，这句说明了整个宇宙的起源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所变现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我所看到的山河大地、芸芸众生，是自己的心现事变。个人有个人的心事，重重相叠，互不妨碍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真实，真的就不能重叠，只有虚妄的可以重叠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佛法究竟圆满的科学与哲学。自性所变现的宇宙万法，佛也常用无常来说明。无常是刹那刹那变化的意思。以电影做比喻，我们知道电影是幻灯片，放映机一打开，这张幻灯片就照在银幕上，它没有先后，就这样出来了。可是速度很快，镜头一关，这个像没有了，再一打开，第二张起来了，一秒钟24张，
所以电影银幕上放映时的每张底片，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24分之1秒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自性所生的万法，出生速度有多快呢？佛在《人王经》上说，一弹指有60刹那，一刹那有900生灭。一般而言，一秒钟可以弹指4次，4×60再乘900，刚好216000次。像放映机的镜头，每秒钟开关216000次。仔细想想，电影底片以每秒24张的速度，都使我们感到现象的真实存在，随着电影情节而产生喜怒哀乐。而眼前的境界，佛告诉我们，每秒钟有216000次的生灭，这就更难觉知一切相都是虚妄的了。然而，《人王经》上的说法只是佛的方便说，因为光的速度每秒30万公里，216000分之1秒，比起光速还慢许多。佛问弥勒，心有所念，几念几相是也？弥勒言，举手弹指之顷，32亿100千念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事，是念极为细，不可执持。佛之威神入彼为事，皆令得度此事教化，非无事也。弥勒菩萨是法相为事的专家。佛有一次问他，起心动念有几多念，有几多形象和心事。形指的是物质，事就是心，就是精神。弥勒菩萨回答，一弹指有320兆念，一秒钟可以弹指4次，320兆乘以4，也就是一秒钟内有1280兆的念头生灭。弥勒菩萨又说，念念都变成物质，只要有物质，心物必定同时存在。这么维系的境界，没有办法执着，也无法想象。一想，它已经历无量的变化了。这是一切万法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思维生灭的速度。所以总结佛说22年的《般若经》，我们深知宇宙之间一切万法，的确是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不但身体不可得，灵魂也不可得。为什么？灵魂生灭的速度也是一秒钟1280兆的生灭，只有灵性是不生不灭。但是灵性里精神物质现象全没有，它是能现能变。精神物质是所现所变，能所是一不是二。现代哲学中所说的唯物与唯心是对立的，而在佛法中，唯心唯物是一不是二。物里有事，事中有物。这桩事在现代科学家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中也得到证明。江本博士
从1994年开始研究，用高速的摄影技术观察水结晶，发现水是有灵性的，它能看文字图案，能听音乐，能懂得人的意思。例如，装一瓶水，在瓶外贴上和平、爱、感恩，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字，贴上一两个小时，然后把这瓶水放在冷冻库里，摄氏-5°，它就结成雪花。把结冻的水放在显微镜下观察，我们可以看到水的结晶非常之美。然而，如果写的是战争、厌恶、怨恨这类文字，水的结晶就非常丑陋。同样的方式，当研究员播放各种音乐给水听，水也相应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晶。水是物质，而且是矿物，它有见闻觉知。见闻觉知就是视，色声香味是行。由此可知，精神和物质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而来。只要起心动念，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就现前。有趣的是，江本博士在几十万次的实验中发现，从来没有两个相同的结晶。正如我们转动万花筒，从来不会有相同的图案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人，同样以善心对待一杯水做实验，但前念与后念不一样，水结晶的现象也自然不同。从这里仔细体会，确实可以证明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念念成形，行皆有事的真理。现代科学家发现，宇宙当中没有大小，在小的物质里都含藏着全部的资讯，称之为全息理论。它是运用光波显像，发现即使相片被撕碎成许多小片，每一张小片也都能显出整体相片的图案。好比一个人从屋内观察外景，整个视窗与某一小块视窗，甚至一小孔，都可看清屋外景象，效果是一样的。全息理论为我们引出了一个新的视角，原来世界的每一个局部都包含了整个世界。我们在华严中看到，即使是浩瀚无垠的宇宙，把它磨成无量无边的微尘，每粒微尘都包含整个宇宙，跟我们现在外面的法界虚空一样大。一微尘是部分，整个宇宙是全体，部分里有全体的资讯，全体的现象，每粒微尘里圆满包含法界的全体，所以一切法没有大小，没有先后，没有远近，没有去来，这是诸法实相。这么维系的世界，谁能去？华严经说，普贤菩萨能去，普贤菩萨能进入微尘里的世界。一切微尘世界中都有十方诸佛在那里半般教学教化众生，这是佛随众生所感自然应现。而心性无穷无尽的本体现象与作用，佛说得好，法尔如是，
本来就是如此。六祖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好比万花筒里本来有许多图案，一转动这些图案就自然显现，并不是从外面获得的。佛陀49年讲经说法，无非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为我们说明白，绝对没有他老人家自己的发明创造。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佛能看得这么清楚透彻呢？关键就在彻底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释迦牟尼佛30岁时，在树下夜睹明星，大彻大悟。六祖慧能大师24岁时，五祖忍和尚半夜为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，能大师豁然开悟。六祖与世尊所悟的境界无二无别，悟的是什么呢？彻底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六根对六尘境界不再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自性本具的智慧、德能、福报圆满显现，这就是所谓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近代大哲方东美教授曾说，佛是大哲，是圣哲，佛经哲学是世间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而今我们更能体会，佛法不仅是最圆满的哲学，同时也包含圆满究竟的科学。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请让我们放下一切分别执着，永远以真诚清净之心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既然爱与感恩能变现出最美的水结晶，请让我们永远以慈悲与感恩对一切众生包容尊重，互相帮助。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就从此时此刻开始。